真是妈妈的福星啊，乖乖，你知道不？要不是你那一句妈妈，然后好了，我们家两辆车都报废了。带着儿子来吃这个赛百味，然后呢，杨女婿今天晚上是回来了，但是呢，我一直还想着，妈妈还想着你爹地还没有出差回来，然后呢，我就想着，哎呀，不知道那会儿就是心不在焉呢哈，开着车就往后从那个车库那儿往后倒车，我就跟儿子在那儿说话嘛，儿子就从那个倒车椅里边看到那个杨女婿的车在后边，妈妈妈妈爹地的车，我这才回过神儿，知道吗？我一看倒车仪就是，我赶快一猛一脚踩刹车，就差了那么一点距离，知道吗？就一秒钟，卡！如果我没有及时踩刹车的话，那两辆车都得拿去修。女儿这一个星期，前几天是发烧好吧，这两天又咳嗽，她老是晚上不睡，然后就在那闹，所以我整夜整夜都没办法睡，所以过折腾的这几天精力哈都没办法去集中。要是我一个人开车出来哈，这车肯定是撞上了，100%的撞上了。儿子本来还不想去，说妈妈你自己去吧。我说那你跟妈妈一起去吧。哎，好了，还是不该发生这个事故。妈妈的小福星，妈妈的小福星，妈妈以后就给你叫起个中文名叫福星，好不好？我发现哈，休息不好，就是一定，不要去出门啊，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哈，一定要养好精神，那是很重要。说不定一真是一个不留神，都会酿成很大的错误。都是很新鲜的蔬菜，你看看。杨女士买一个牛肉三明治，她喜欢吃全麦的面包。Only cheese.No vegetable. OK. 杨女婿不要吃蔬菜，你看的。就要放点 cheese. 没有人呢，你看，就我跟儿子，我们两个人。回家啦。妈妈给你开门，今天。上车吧。好啦，准备回家。然后呢，儿子吃了一个三明治，然后呢，一个喝的，还有一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小的零食，薯条啊什么。杨女婿，Cheetos。杨女婿买了一个三明治，然后还有宝宝妞四个丸子，总共是花了不到$30。美国吃的东西很便宜的，不知道赛百味在中国一个三明治就是。它分两个 size 嘛，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价格，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哈，我看看是美国的贵还是中国的贵。我们回来啦。儿子你忘了关车门了，乖。我一锁车，我听到了那个门，我一看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，我一瞅没有关车门。你是我的小呀小可爱，乖乖。你给妈妈尝一个我的小苹果呗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妈妈爱你。我是。妈妈爱你。我是。妈妈爱你，怎么也不嫌多。I forget. That's okay, 乖。这个大功臣出差回来了，哎呀，第一件事都要说，吃一杯燕窝，是吧？美到不行。咱的燕窝活动还在继续中哈，双十一也快结束了，咱的燕窝活动上瘾了吧你？咱的燕窝自从上市哈，然后呢也受到了很多姐妹们的喜欢。然后回购率也高达了95%以上，好多姐妹都说质量很好，品质很好，然后呢而且很方便，所以说不管您在高铁、火车、飞机上都能吃上咱一杯燕窝哈，有开水的地方都能喝上一杯。哎呀，把那个燕窝的汁都喝了，
吃完了就可以去睡觉了，早点休息哈，辛苦了，出差几天。喝完了，鱼喝的干干净净的，你看。嗨，朋友们。我回来啦。我回来了。你有没有想大家呀？大家都想你了。好多朋友都在评论区问杨女婿又去出差了，大家都想你了，眼头也累坏了，您去休息吧呢哈。好 ，I love you too. Good night. Good night. 大功臣，你去楼上睡啦哈你。哎呀，他害怕我们打扰他，他就跑楼上睡了。啊 ，Good night. I love you too.